满地落叶，很多果实都被覆盖住。这群人不怕麻烦，一颗一颗找出来。哦，看到那么多，哦，那心跳加速哎。哦，这个时候我说像章鱼一样啊，好多手，那多好啊。尽管有点年纪，但是个个动作利落，乏人问津的吴焕子在媳妇的志工眼中如同宝石一般，因为果皮含有皂素，可以分解油污，是友善环境的天然清洁剂。每年十一月落果期，到隔年的梅雨季节之前，志工都会来捡拾，今年已经是第三年。然后去剥壳，晒干剥壳。然后因为无患子啊，它是天然的，它又是非常温和，不伤我们的皮肤。那清洗过程那个水啊，也不会造成我们大地的污染。去除种子，留下果皮，整理后送回花莲静思精舍，作为手工皂与酵素的原料。小小果实让他们想起往日时光，平凡朴实的生活，简单幸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家伟、杨永慈、林巧儿，台中报道。